你为什么要照你？你有人钱，我没有人钱啊！你是公务员吗？公务员，把他移送。请问你是公务员吗？公务局哪一位？请问你是公务员哪一位啊？是啊，那你干嘛动我镜头？你不要随便照我，我有人钱呐、啊！我什么叫人钱呐、啊？我有采访啊！你在干什么？不让你采访不行吗？请问你在哪里的？哪个单位的？我不让你采访啊！那你不要动我镜头啊！哎，你怎么不说你是哪一个单位的？公务局啊。哦，公务局哪一位？谁啊？